哇，永章、逢甲和 EMBA 好美哦。哪有你的美？我常常想我们一起的未来，我想要跟你一起去101，然后一起去阿里山看日出，一起在逢甲的校园散步，一起写论文，一起毕业，一起看这个世界很多的美好。那真的什么都可以看吗？对啊。那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吗？你说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还想看我手机？哪个单位的啊你？喂，小王啊。爱他，请别伤害他。还有手机。咦，唔贪狂。